《歌唱秀台剧女兵日记》，杀青后剧中的演员鲶鱼哥郑雅、梁书涵、尹彦凯，还有游小白、十八号下午来到台中，中有百货举办签书会。除了收视之外，我们是另外的好友是感谢大家的支持啊，所以稍微要先抖一下啦，跟大家见面啦。台下挤满粉丝到现场支持，而演员也分享拍戏这段时间的心得。对我第一次演戏，所以那个走位真的很难，因为导演跟我讲说我要演得很自然，就是你就照着那个剧本就。 开线也自己吧。女兵系列从2018年开播，已经播出了12个单元，八百八十八集，不只有粉丝不舍，演员们也感到相当的舍不得。3年多来，然后每天拍戏相处，朝夕相处，真的是感觉是好像我们就是像家人一样。演员们感谢团队的付出，让整出戏画下完美句点。为了回馈粉丝出写真书，体力报道，写真书光是在预购时就冲上排行榜第一名，可见女力就算完结了，依旧魅力难挡。 TVBS新闻中部中心综合报道，想扩大国际视野，掌握趋势，请订阅专门报道国际新闻的 YouTube 频道 TVBS 国际 Plus， 记得要开启小铃铛哦。